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的秦君呢，我要更正一下哦，就是要带来的这首歌呢，叫做 Promise。大家知道 Promise 什么意思吗？承诺。承诺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秦君。大家好，我叫秦君。秦君是谁唱的？在练习试唱的小段吗？刚唱过。刚唱过了。OK， 好。Sorry。我叫秦君，我是从蒙古来的，我是蒙古学生，我学习在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华语中心，我已经学了中文六个月。我爱台湾，因为台湾人民非常友好和热情。今天我为什么就两首歌？因为第一次听的就是这两首歌，我很感动，而且很好听，所以我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这两首歌。
的家。